天我们猜底要什么卡包好呢？哎，卡包都没有了，拆完了，那怎么办？要不我们去小安的房间找一找？哎，你们懂的。走，我们去看看他房间有什么卡包。德凯，这边是布鲁，然后是贝斯、艾克斯、泽塔。好了，看看最后一包了，最后一包星辰卡，星辰，哎，迪亚波罗、必杀技、功力破牛船，还不错，这应该是张拼图卡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小韩大智慧，大家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，可以给我点赞关注，拜拜。